做交易仓位多大才是合适的？对于合理的仓位安排哈，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见解，没有一个哈对所有人都合适的设置。仓位多大哈，其实并不重要哈，重要的是这个仓位在我们自己的交易计划中是否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负面影响，是否会导致我们的本金迅速消耗，而影响到系统交易技术的正常发挥，导致将长期科学的交易过程变成了短期的赌博行为。所以单次仓位多大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仓的标准也不是看你的手数有多大。如果这个亏损的金额对你有影响，那么哪怕是你有10万的本金去下0.1手，亏损的金额对你产生情绪影响的话，那么这一单的仓位对你而言就是不 Oh 合理的。no！那么这里呢，可以给大家哈分享一下我们阿萨社区的标准仓位哈。拿10000美金来说哈，我们把这个下一手定义为一成仓位啊。那么通常呢哈，10000美金的账户呢，每次交易0.5成或者一成仓位就可以了。那么配好适当的这个止损，这样的话就不会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当然哈，并不是说让大家按我们的标准来，每个人对风险和利润的追求都不太一样。只要不会对你的情绪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的话，哈，也不会让你缺乏持续性的这个验证交易的本金，一切只要在你自己的交易计划之内，那么就是可以接受的仓位啊。那么最后哈，以上这个观点呢，纯属是个人分享啊，不作为投资建议，希望大家有用。